讲话就给我讲两句，我拜托一下吼。我存钱了，你让我专心买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突然讲，你有鱼塘要吃一百了，好啊，一百块。一百好，我要吃鱼塘的无？一百块。对，大家。来，啊，大家扛着。来，乱去吧，一百了。乱来哟。好啊，好啊，是，看我听有无啊？哎，你听我讲话，莫讲话，你千万莫走啊！你个扣小我赚钱嘛啊！你千万莫走啊！哎，我你讲话。阿家小林也讲话。啊！你这拢可以啊，大你买几多分啊？大这拢可以，阿沙利的人，这车位落啊，都全部拢请伊啊。阿沙利的人，咱就比啊，阿沙利安尼落啊。大看起都好做好个啊吼。我来讲哦，阿王，你卖紧张啊，你听我讲话，我一问我全部会拢我不会。来。我贵个啊，我袂。还是降价。这只叫人参乌骨鸡，价板都大只，我这单坚持。干来一种个，我无你卖细只鸡啊！你伫我这站卖管买啥物啥物口口味的鸡啊，我的鸡啊保证拢大只。这只餐厅用我小加一个阿妈烹，我哩这只820，两个价钱，只后骨加新价钱先赢350了，350块，350好啊。最后这只啥货？哎无。啊，小姐哥。谢谢你。我袂去台湾多啊。谢谢，感谢你。三百。来，恁听我讲话，千万不要抢我。恁麻辣系列刚够。加300嘛。35，350啊。麻辣系列，感觉牛三宝，牛三宝可以个，帮我拜拜姐，牛三宝要去个，你帮我拜拜了。恁全部听我讲话哦，来，姐帮我拜拜了。来，迄、那个来，对啦，这只是虎头菇的养生剂，一定要注意听哦。这只板豆你用的哦，啊，这啊这好食无？谢谢。感谢，三个人计搞咩东西？外国一定爱两碗饭，最鸡啊大只哦，卖1000，卖800，卖500，三只拢无啊，300了，来300块，好多块养生机，几只板头你看300块了，300块了，300块，300块几只鸡啊，总计300块。人家收数量少，是吧？还要给三个人家机，真正生气啊啦！我来讲啊，生气啊啦，生气啊啦！三个人加钱，来，这只河骨加一句，这只迄个河头骨一句的落啊，1000块怎么吃？这我摆好1000块啊，怎么吃？1000块，生气啊，要取落啊，1000怎么啊？1000块，1000有人要吃无？1000块，是啊，是啊，你甲摕东坡肉甲迄个红包啊，两个东坡肉一个红包，这一个东坡肉卖30块，真正要甲拼落去啊！米哥啦，讲唔对啦，米哥啦，带个红包过来。一个，左边一个啊，1000收上来啊。小姐啊，我要一个三个，唔惊我，1000钱来，我不要1000，你钱来啊。阿王姐，安尼管我用用的啦。一包黄虾鱼块我卖300块，这无我只要一包超过1000，我无你赚。一包这表唔是一堆1000啊，这表是拢贵的哦。这35，这300，这拢卖300的哦。三个1400块钱，肯赚。看者啊，1000块上面啊，几尾鱼啊，遐几尾鱼啊。这三位给他上场，你也不细心的把我带带了。我最后这三只红鲷鱼搁送你，这餐厅这只最贵400块，三个人给1000了啊。这个蛋挞我一包卖100块，这个蛋挞搁送你，三个给钱你卖搁看了呀，1000块。看直播的袂当买啊，你也听。1000块，嘛行买。几个贵的？对啊。最后一个1000上面只。35、38、38、68、95、1000。来，我来讲，姐，你迄个蚵仔迄个也送我，我一人搁送你一包这個、芋头酥，板豆你用啊。我来讲，你要打个双包，这两包麻辣你无食厌，你家己送啊。这一包猪刷鸡啊，最后搁一个无啊，我无少代价啊。1000元啊，1000块了，无啊，报地价啊，包包，阿公给他照包起来，蛋头袂当红色哦。你安尼，阿公，阿公，这包做这個。安尼就好啊，喂，啊，剩咧洗一个，搁一包的哦，这拢贵哦，这表拢好个哦。这只你鱼要抓起来，注意莫插掉啊。走你莫走哦，你莫走来哦。谢谢。阮家边恁边卖了，你无档口啦，档口我徛一看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啊。我已经买较济啊。好啦，真正感谢，讲笑啦吼，谢谢你啊，帅哥。来啊。好好，谢谢谢谢，你要感谢你。啊，这另外一张，全部凊彩收定凊彩去。然后你后边那两项物件是啥物？
摕钱送个，一个你几个？一个啊，我嘛收一个。靠边，你领还佫一个啊？是啊，迄一千三个啊，一千块。佫一个人摕一千五，三五包过三百五。三百五，靠边，真正佫一个啊！来对一个要跳出来一千五。有善心人士要跳出来无？讲真正，一千三要跳出来，莫佮拖时间啊！为买一千块，佮徛伫遮送啊！一千块在送个，你迄个走啊？是啊，这一千块上面去啊！好啦好啦，收手起来啦，收手起来啦！一个收起来啦，卖就卖啦，莫免讲人客啦，收起来啦，是个，这个摕一个台啊，摆摆起来。卖免讲人家啦，迄人家吼足收天的啊，一下差到一分钱气死啊，差一分钱气死啊。这蛋挞多好食，我这一包百五要食，我讲，真正红鱼也差一分，真正多。来，我来讲，好，你迄个这人家，来，恁到底有要食啥物无？你有要食这无？这牛柳，伊这牛柳当个，你甲炒蒜头辣椒做食，这一包炒一定爱鱼啊，两包一定爱五百，我唔免让你开五百开四百，这油肉牛肉甲来弄尔。全部招四个拼钱，招五个拼钱，招六个人家拼钱，招七个人家拼钱，招八个，后壁一个，我招九个。这个人家我吹了，感觉会砍面。阿叔，咸猪肉交来，交来无去，交来，我煞啦。不管如何，今日嘛是要煞啦。这三百一不要交来。然后你给青酱来过来搞了，不洗任何代价。怎样咯？搞了，靠！要等下，等下一个上店的，再搁一包，一包就好。来青酱来搞了是，我来了，我刷，是要搁搞了，我给，我刷。包。哎，我给。斤两三四五六七八九个，一瓶四个了，规盘客同。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，唔免三百块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两包你了啊！真正要刷，斤两三四五六七八九两百块，你唔免再看了啊！两百块了，真正要刷。来，还佫一个四个，一个你几个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一个两个最后三个两百块你了啊！最后三个两百了，报得起啊！我再找到处理。来，两百。我是真正要了钱啊，袂晓乱的哦。我是无爱查你几个。我真正要算的哦，我无你考虑的哦。去八路溜溜去哦。来，你的电话哪里讲着？四个四个。四个，你的电话哪四个？啊，四个四个哦。啊，谢谢四个，我见过四个一个。我去啊。再搁四个一个，钱有收起来哦。最后这两个两百块，这你唔免看了呀，真正要去的。两百块最后两个上面也没有了。是啊，你有品牌给我，你有人来了，莫讲这样磨。来个结婚啊！来包过，最后一个两包。来几千个？我两包，等于这两包变钱送你。两包够上面，最后一个上面。你敢要吃平和的飞机丸？我平和的飞机丸，你敢要吃？你后壁是平，啊敢要吃南方啊黑话？你拢客人客官好无？客人客官也无来，咱就死无。最后一个两包，上面搞我消消。两百了，最后这两百，恁敢有要食南方澳黑尾鱼？有人是有兴趣的吧？南方澳黑尾，你看这个红度，这个油花，敢有人想要食？无熟哦，有人要食，若无要食，我就请上来啊，收起来。这敢有人买两份的？这份够了吧？一百五十个，我真正了钱啊！几个同学啊？来将。你敢有人要食澎湖的？那个花枝丸有人有兴趣的收起来，好收起来。然后我来讲，最后一箱，我们人家拼最后一赌啊。那个怎啊？来，最后一箱开起来，到那边保利龙，我最后就是用保利龙。小箱子啊，大开啊，好不好？无要紧啊，大开，啊你个收好，这个，啊，你调得歹？到我细个，伊讲伊调得歹。九点二啊！你九点二啊！二啊！
我只有啊，幸亏恁有任何一个人想要吃就好啊，吼、哦，想要吃就好啊，无一定爱买予你有兴趣的。等下我幸亏你有兴趣的手举起来，无兴趣我收起来，休困，真正无货啊，吼、哦，我现让恁看，啊，这足贵的，吼、哦，足贵的，伊个迄帅哥。非常之贵哦，吼！啊，有兴趣的手举起，我尽量互恁阿上啊。啊，若无咱就收啊，就休困啦。你有想要食的手举起就好啦，无一定爱买啦。你举手无一定爱买啦，啊，不过很贵啦。你看物件你就知影，不是讲我讲卡很贵，卡就很贵啦。哦，你们要看东西啦，啊，来，想要食的手举起，想要食的手举起，这套厅。你有想要吃？你刚才看这只就知讲这足贵的。你菜只这只才价五六百块，啊，加四也才价七百块。我来讲，我无要叫你买。你真正有兴趣，这当个傻傻有够青甜的狗肉。你想要吃的手啊？这我你讲，我领动，我领动，甲你讲个炮讲啊。推哎哦，那要走啊？来带你下楼啊！你有想要吃这只臭猪的手啊？下楼。哎，是一个、两个，够人要吃无？我是讲菜只才价六七百嘞。一尾若予我交落海产站内底呢，一盘炒起来芹菜啊，侪鱼啊五呢，这只爱炒咧七盘呢，这只炒起来超过千五呢，我唔是你好笑，我咪白餐呢。你敢有可能一炒透丢，规盘拢透丢，两块芹菜，规盘拢芹菜啦，两块透丢啦，敢是安尼讲？来，你听好，我看看嘛，恁无买无紧，菜啊，我寄六七个去。啊，这真正无俗吼，真正无俗，你看物件就知影。来，这拖啊过好无？做迄个，迄个啥物蛋头袂当袋，来，蛋头袂当袋物件。只中原风嘛，金龙三四五，搁下一个字啊，六七。即阵我来讲海产大差你千五块，我唔是乌白讲话